一组物件组九组，合计十八组。啊，请立。所以这一个立体长官呢非常的重视。那封城除化的专案，啊，最重点还有分局，最重要的状况能够有所进化。那有特别提醒，一定要注意我们的。今天我们是桃园市啊，举办全市性的封城扫荡扩大零检，集结我们各地方的警力，尤其本分局啊，由警察局、刑大、保大、交大以及少年队、妇幼队全面支援，针对辖内这些特定营业场所来全面扫荡。我们采取对外封锁、对内清查，针对啊，可疑的这些治安不利场所的不法分子啊，来全面扫荡啊，确保本市居民啊的生活安全。